好，这个月22号开始租房子的话，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了。中央补贴的金额每户每个月有4000元，而且台北市呢还加码补贴到5000元。如果说育有3名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的话，可以再加码，每户每个月补贴6000元。民众只要年满20岁，家庭的成员都没有自用住宅的话，就有机会了。但是这家庭年收入门槛，各县市政府规定则不同。以台湾省为例呢，这个家庭年收入88万元以下，或是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在35,854元以下，就可以申请租金补助了。